度四，来的声音可不太大。干啥？一会儿给你哭一哭。那一个从肚子里边出来，那一刻就1.01分。对，1.01分，你不喜欢这个数字？喜欢了。真钱就是从肚子那一刻出来是1.01分。哦，我想要是1点之前的。站前面。1点往后啊。嗯，往后都是最好的。对。宝宝生到啥时候啥时候对都是最好的。嗯，咱先检查五官看一下啊。看到了吧，一个包，脸上这稍微有点红的可能就消了啊。头上看一下，头上也没事啊。这边的耳朵耳洞看一下都有啊，这可能就是压的了。然后这边耳朵耳洞看到了吧，手检查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，看到了吧？这边1、2、3、4、5啊，这边有个碗袋。哎呦，宝宝，身上看一下。宝，你先跟着我一块检查啊，身上看一下，没事啊。宝宝，腿上有胎记，看见没？有，这么大的胎记。前面不是一些，哎呦，我的宝，管他啊！你乖乖。我太感动了啊，奶奶太感动了，哎呦，欢迎你啊！哦，好好。关门看一下。都正常啊。哦，我们害羞，好好好好，盖着盖着，让奶奶看一下就行。好，不哭了。哎呦我的乖，哎呦。身上有胎记哈。哦，宝宝。然后这边脚检查一下。好，看一下。可好了。哎呦，背后看一下。可好。他妈妈当时睡着了，妈妈没有看啊。宝宝，你们记得给他爸妈说一声啊。那他抱走吗？我们不抱走，就是说让你们记得给他说一声，他腿上有胎记。哦。咦，宝宝，是个女孩，2024年4月18号1.01分出生，3140克。对。